原标题：粟裕麾下这名猛将消灭了张灵甫整编第74师，却在一年前惨败给对手。很多人知道张灵甫，知道孟良崮，知道最后干掉张灵甫的是华野的王必成。不过也许不是谁都知道，解放军战争初期，王必成在张灵甫面前吃过大亏。整编第74师，其前身是抗战中赫赫有名的第74军，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。该军在抗战中屡建奇功，被誉为抗战第一军。前三任军长于几时、王耀武、施中成都是大名鼎鼎，到了张灵甫接任时已经是第四任。抗战结束后，第74军改编为整编第74师。内战爆发后，该师成为蒋介石反攻的急先锋，屡战屡胜，气焰嚣张，是我华中部队面临的最大最强的敌人。王必成与粟裕投入孟良崮战役中，王必成指挥的华野六纵，其前身是华中第六